买石头这种表现，也是垮得最惨的一次了。这个多少？一五，给过了没有？我来把这个没有。去。2000封不封？我没有，我他们给的。然后小黑给多少？小黑给你50，你来对我撞了我就给价，不对我撞我就摇摇头。看到那个石头，这一点颜色是在这里嘛，然后到这里来，这里就变成花了。但是在背面这里有一块种水比较好的，它就是佛罗佛，它里面的能不能多一滴滴了？它有在色带吗？不，它是由色带变花带。反正我们来搏这个赌石嘛，肯定不会搏的那种，接下来什么都没有，肯定就是看运气嘛。这个2000弹下来，最少都要垮掉1000多，那涨多少吗？不知道。裂太多，刚才这一件呢，它的种水跟肉质都够，但是它的裂是一层，切出来太小了，还没切的时候看起来很大块，切下去滴滴摸摸。挂掉来啊！收红的吗？是的，天然红金它不是这样子的。这里面不纯，手机只看到色好，看不出来，不够纯。纯的话，这总够用的。现在标货美女也来了，问一下吧，本来不对账的，这个多少？800，买着玩嘛，那姑娘家，我给她高高给她150，本来是不喜欢的，但是看到是个美女。他说比过350的，没事。那我们看价比较低，我们看价比较低。先看美女的，你跟他说拿好一点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整个你加的话有机会不？他们是说中介的价钱上他肯定要谈的。加500。他是他大明白，他说加一点小费的，他把我的问的。还要加小费？你说这个加的太多了，小费不能多，小费10万。这个你看我一下加了500了。他说加30万的话，他问的。20。他说行不行不知道的，他可以看看。这个料子为什么我还会再加呢？我始终是想切一个有颜色的给大家看一看。你看这里它是一点点，然后这边也有跳花，然后感觉这边的种水底子应该还是可以的，在这个位置糯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在这个最好的位置。就是前面的是色带变色花，它这个料子本来就是色花，但是它的花跳得比较多，打到的这种表现就是它变种的几率会变少。这个料子有误沉，有误沉可以不？要叫他好好说啊！你看又加了500，又给了20，不容易挣啊！是的，是的。好好去问，这个不可以啊！他不可以，我就说5000万真的给他的。哪里有5000万？我就说的，朋友。货主说是这么说嘛，我再看一下。货主要多少嘛？半价不让。哎呀，是杨伟的。他说5000万卖的，货主。5000万看不到。哎呀妈！3000。他说不容易的，他感觉不容易。那不容易就算了，因为他这里毕竟。他说3500的话，他又问问看的。3000。他说小费多少的？给你50，好好问。啊，对的，那刚刚没的。他不卖，我又把他加到3000。我只要是想切出来看看，登记一下，给他50万小费。我就说了，5000万不行，放了。你再了，你加，然后会比。我再加500就不能再加了。我如果被清我。3500，再最后一口价，3500。我来不能，3500对，一千的，半千也被清不了的，被清不了的。啊，所以就鬼知道他说什么。被清的，3500是本钱。好，再去讲嘛。好，不是那么多人，说清的贵没，好贵没。是钱看不到，我又给了你50万小费。稍微，我又给了，稍微没给了你，说清给了，我好贵没。再给你。看不到那么多的，3800了。小费给，外边。小费给你50万嘛？哎呀，50已经不得了了。好，好去算。好，我听不懂他说什么。50万小费啊，50万够了，不要贪心，50够了。一类。这个料子封了3次，我呢这不符合我的性格的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出现封3次。为啥？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来这里买的料子里面大部分都是种水料，那么看到一个色料呢，就想着切一个色料试试，然后呢价格呢也还在心理价格范围之内。那咱们买东西为什么加3次价？你干嘛不一次加到位？这个东西很难一次加到位的，生意就是从低价给起嘛，做生意做买卖不是开玩笑的。
这种料子呢，就是有机会切大张。这颜色在这里只有一点，但很辣。这有花带到这里来，这料子它是颜色好了，它就大张。然后其他的是什么情况呢？种水完全够用。如果大象色的话，反正这么说吧，这个东西近90000块钱，搞不好可能要亏一半吧。如果搞得好，它但凡进去里面给我一颗芥面都够了，3800。对，2300，3000，1234567888。大家去看，它这里是色最辣的，但石头很难说的。我们来搏它是什么，就是因为它的底子，它就算是没有颜色，它这个种水已经很好了。好到什么程度呢？那当然跟脱沙那些没法比嘛。石头没切开，咱不敢乱说。这样子来一刀。我这里刚好有裂，差不多就这样子。到时候去里面那个线对一下。你们猜猜这里色有没有进？开，活活了，色没进，但底子没问题，还有得赌啊。这边还有花，还要再下一刀，还有得赌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这边还有种水好的嘛？那第一刀是垮了，稀里糊涂了，3850万干下去，这点色挡掉的话，这50万都没人要了。再来一刀，再来一刀，这里刚好有一条链。这个种可以哦，但这个黑度够黑吧？这种是有冰味的。这个料子呢，就目前的状况啊，就这样子来说，色是没了，但是从这里看，它还有化开的迹象，而且很辣。刚才切是顺着裂切，这边的种水是可以的，它还有得搏，还有得搏。第一刀干垮，第二刀种水干涨，可能要切深一滴滴。你让师傅这样掀个盖子出来，还没那么惨嘛。但是这个料子是买来搏色的，搏不出色，就这样子的话，3850，赔掉3000了。妹妹妹，这老天啊，你放过我嘛！我要赌色，我不是赌种啊！这个种打到冰了，还有希望，还有希望，这真的是怪，这肉都化成什么样子了？我要赌的是色啊，我赌的不是种啊！第一刀，这色全部没有，一点都没有进，有点违反这个原则啊！原来就是人家说那个木纳有色必进啊！妹，太怪了。这个真不好搞，我要搏的是颜色，结果他给我蹦出种来了，真的是懒生香菇啊！没有用，那是一点一点的砍，把没用的砍掉。就剩下的这一坨种水没搏到，这料子啊是。怎么看都是这个色，这里是色聚，这里的色花蔓延过来的。那这个石头呢，按照我们正常像这种石头的石皮，它这个色进了大概率的，你看它别的地方都有花色嘛。那这里呢，当初就是种水表现比较好的位置，现在还有黑度可以看，这个黑度的种水真的是好，这料子是垮得稀里糊涂了。现在这种情况要咋和切，还是把这边没用的把它圈掉。这份材料千刀万剐，然后这些都是没有用的。这种石皮大部分色是进去的，但是切下去的时候就知道了，你看前面的色多辣，色又辣种又好。我为什么当初买这个石头的时候，一直我都从来没有担心过它的种，它还反而进种了。团长，这些能做珠子的，你去做大珠子，能做都做啊。像这个做了没有意义的，别看这里这一点种水很好，是要好多的。做个手玩件就可以了，这小小的手玩，然后上面这里有颜色，小只小动物，小什么动物你自己去看吧，我都没有欣赏去看了。像这个有什么用？哎，那个种水料子进种啊。我要的是色，色没有，这份是应该是说买石头这种表现应该是垮得最惨的一次了。福总，你这个念得挺顺口的，这种要是做一对耳钉的话不是很酷哇？要是每一颗都这样，真的是这份料子、啊、真的是垮的阿妈都认不得，木纳的、啊、赌色的、啊、结果色呢基本上都没进。
石头啊，难料的，这就是里面带有颜色的，位置比较好的。一二三四五，哦吼，掉了个五鼠印财，可以可以，这个肯定是阿伟的创意，你自己去看吧。市面上这么大颗的一颗珠子，它这个得有卡，最少13以上，不止哦，可能14、15，到时候拍展示的时候量一下。还有这些珠子里，颗颗晶莹剔透啊！那大哥，我要的是色啊，不是种啊。只有色就好了。嗯，我告诉你，那条带子你下去，你但凡你给我一颗界面，像这种种水的界面，像那种颜色，一颗最少6位数啊。这里做了一对耳钉，到时候请个同事展示一下啊。